目前我们所在地呢是凤山区杭州西街的一个社区。那这个时候刚好也是天气炎热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先做登革热的防治，就是所谓市长所谓的我们的前进的部署。那么在这边再次感谢我们各里的志工伙伴，我们的里长、林长，咱的志工，利用咱的时间吼，来做咱的地方的社区的这个动员吼，非常的感谢。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市长，让我们市长给大家一些勉励。谢谢啊，谢谢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市区长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我们凤山地区一起来今天现场的我们刘德林刘议员、郑安利郑议员、李雅静李议员、钟玉仲钟议员的代表，还有我们市府的环保，还有我们民政，还有卫生、新闻几个局长，还有相关的同仁都到，还有我们的里长。还有我们最可爱的志工好朋友，还有军方的代表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还有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。会下象棋的就知道，每一次有的对手啊，大家都看棋谱，大家都认真学下象棋，有的人会赢，有的人会输，那输的人就会很感慨，为什么你这个下赢象棋的人呢，老是看得到这么远，可以看到三步、五步、十步。就是会下象棋的人，他下象棋的时候，他步要超前部署，就像现在最流行的一样。同样道理，我们看一个城市的发展，一个有穿透力、有观察力、有感知力，那个还有一个预判力的一个团队，他要判断这个城市会发生什么问题，所以跟下象棋一样，他提早几步来下，就是为了预防。所以今天东门里、诚信里，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，还有我们的议员，我们大家思考一下，今年2020年，高雄是什么样？台湾是什么样？这个世界是什么样？各位不管是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在座的，大概咱小看麦啊，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过年的时候，大年初一开始？就被这样的疫情肆虐过，在我们印象中，连17年以前的 SARS 期间，大家也没有压力这么大。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被关起来了，国家跟国家基本上已经不来往了。你想想看，从来没有这种现象。我们现在的飞机基本上飞不出去了，别的国家的飞机也不飞了，很多国家所有外国人不准进来了。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状态，然后问题来了，高雄该怎么办？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1月25号，自从高雄爆发了金巴里事件之后，我们赶快下达针对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没有把握这个肺炎会蔓延爆发到什么程度，赶快一起开车，全市要抓紧工作。1月25号、2月15号。一看到暖冬，我们就定今年一定要全力消灭登革热。所以各位我们在地的里长、各位志工朋友，我们要去思考，新冠肺炎是全世界人类的问题，
登革热是东南亚还有台湾南部南台湾的问题，所以登革热如果爆发，对全世界来讲是很遥远的。新冠肺炎爆发，大家很紧张，但是登革热，我们自己要想办法。所以我们2月15号就确定全力开始消灭登革热。那一共新冠疫情爆发，登革热在爆发，汉他病毒在爆发，水灾在发生，我们高雄的形象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们2月15号开始抓紧消灭登革热，到今天将近2个多月、3个月过去，我们很庆幸人民的努力、志工朋友的投入、基层所有的里长、议员的关心、市府团队的动员，目前为止我们登革热本土感染是零，我们新冠肺炎的疫情在高雄也是零，可是我们一点都不敢高兴，一点都不敢过度骄傲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发生。所以这是今天各位志工朋友在这里，我想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，我们一定要自己团结起来，全力的来动员，把这个登革热一定要消灭掉，因为这是我们台湾南部城市的一个特殊的宿命，每一年夏天到好像就有登革热。高雄人绝对不能接受今年登革热的爆发，绝对不能接受，我们的城市的形象会完蛋，打击太大。所以我们从三民区开始，去年最严重的是三民区，就从三民区开始，一个区一个区开始推，哪边去年过去几年是登革热爆发严重的区，就从那里下手。我们反过来思考，非常感谢我们志工朋友加入。现在新冠疫情造成经济的衰退，经济的衰退造成我们民众收入所得的减少，大家赚不到钱之后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政府要加大力度来纾困，市政府这边在纾困，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做。我们事实上做了很多都是全国超前部署的，接下来治安问题，我们在4月25号开始展开3个月的平安演习，就像春安演习一样，巡守队、义消、义警全部动员，所有的银楼、金融机构、所有领钱的地方、社区的安全全部加强维护。我们要思考，万一治安造成不好的话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让高雄市民朋友能够安居乐业。我非常感谢在地的里长、在地我们几位议员的关心，还有最感谢志工朋友的投入。现在高雄市的志工、里长、里干事都非常辛苦，没有停过，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。这么认真投入，只有一个目标，让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所以政府要辛苦，政府辛苦是应该的，人民要快乐。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做，我们的目标对得起良心，对得起市民朋友。那今天来这里参加我们凤山区东门跟诚信两个里，我们来看看消灭防治登革热的情况。也要拜托志工朋友，我们大家继续打气加油。接下来市政府还有一个重要工作，就是防下大雨、水灾，现在已经开始提前部署，我们预防今年会下大雨。我已经预防了2-3个月，终于看到今天，哇，第一个台风要开始形成，叫黄风台风，就是我们要判断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状况，每一个状况都要掌握住。所以各位志工朋友跟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，让市民能够过快乐的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谢谢市区长领导我们凤山区，领导得非常的棒，也要谢谢我们凤山各位人在座的客人要怎样，这几个议员都是你会都立我们市议会大白哦，一个比一个强悍哦，监督我们市政府，一个刘德林，一个郑安利，一个李雅静，一个钟义仲，这几个议员呢，在议会监督是非常严格的，每次都要我们市政府要注意什么事项，也非常感谢议员女士先生。最感谢的是各位在座的志工朋友，谢谢你们的加入社区的维护，我们一起来把登革热完完全全把它扑灭掉，让我们的社区干净、舒爽又安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包市长，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环境。
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窗户区，其实整个设备都要停在。那我们现在像马桶这个部分，它就是它就会可能是一个积水的问题。那当然，在目前来讲，整个的水槽没电，靠北我方面黑门过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在空余这边的这个问题。那其他队没有？对。这样说到底。方市长，再往前走。对，总比奥比啊，请就来到，已经要省电了。对了，高市长，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像旧式的建筑物，像那种水槽都是古泥土这边很扎实。下雨之后，这个东西就会积水，比较久。还有状况就是这样的地方，只要下雨之后，这个东西就会积水。所以这个应该这里的部分是。